好，欢迎收看番茄音乐秀。一首歌曲难唱能难到什么程度呢？连原唱都不敢在现场唱，在网上也几乎找不到现场演唱的版本。而如果有人能翻唱，那几乎就能被认定是王者了。本期视频就为小伙伴们盘点了四首几乎无法被挑战成功翻唱的歌曲，不相信吗？那就一起来看一下吧。Number 4，十分十二寸。这首歌诞生在1985年，是当时林子祥把市面上流行的20首歌曲以高超的改编技巧连起来串唱的一首歌曲。歌曲长达约10分钟，歌手演唱时不仅要记住大量的歌词，而且其中真假音转换无数。除了原唱林子祥外，几乎是一首无法被翻唱的歌曲。Number 3， 爱你痛到不知痛。在歌神张学友最难唱的歌曲之中，这首歌被网友列为榜首，因为他全程几乎都在飙高音，而以学友当时的那种唱法来看，几乎无法在现场进行还原，所以至今流传的版本中几乎找不到现场版。Number 2， 浮夸。一首被网友戏称为能翻唱者不超过三人的歌曲，后面那歇斯底里的呐喊，至少目前没有歌手能超越陈奕迅的版本。要演唱这首歌，不仅需要有高超的技巧，更需要歌者有那种感同身受的心路历程。Number 1，一路向北，由周杰伦演唱，发布于2005年，是电影《头文字 D》的主题曲。周董早期的歌有不少飙高音的旋律，也是出了名的不好唱，因为除了他本人之外，几乎很少有人能唱出那种味道。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喜欢别忘了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